今天呢，我们要把这个 snow blower 做个保养，把油啊、汽油啊全部清理干净。等到冬天的时候，这个它的 engine 就不会换。今天呢，我们看一下，哇，好多好多气啊！没办法，要废了。对，我们发动一下，然后先让它暖暖身子，把机油和汽油活动一下，然后我们就得把它们阀门打开清理一下。好，热身完毕，现在呢我们换机油，然后换好机油之后呢，这边这是油箱，油箱下面这边是出汽油的地方，我们先放机油，然后再先放这个机油，然后再把个汽油也放掉。OK， 对。哇，出来机油还挺多的。啊，对，我们把这个。接机油的时候，下面最好垫点塑料的，这样的话万一掉在地上的话就很麻烦。然后我们再把机油转到这些盒子里面去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装上，准备把汽油也弄出来。这里面的汽油也挺多的，对，我们攒了一壶了，现在不低了，清理干净，然后我们把螺丝帽给装上去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油有没有倒光了，哎，这里面很干净，都没有了。这个是mower 春天维护的操作，这样到冬天之后呢，它就不会坏了，因为引擎不会受到那个腐蚀了。 OK，